当我们拿起圣经，我们翻开圣经这一本神赐给我们的他的话语，要教导我们如何生活，要我们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我们的生活的未来给我们指引。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件事情，圣经里面充满着许许多多的故事，大部分都是在讲故事。我原本以为这一本上帝赐给我们，要我们去要我们遵行，要我们指引我们的这一本书，里面应该有很多的规则，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原则在里面，但是不是，里面却充满了故事。这就是神的孩子们，我们今天第一个我们要所领受的，我们第一个要领受的，神要我们以故事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不要用靠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人生当成是一个账目，每天在计算着多少东西进，多少东西出，我还有多少资产，我又欠了人家多少。我过去曾经是这样子，我曾经常常就一直在想我有多少，我有多少朋友，我有多少钱，我做成了什么东西。我们就当我们把我们的人生当成是 account， 当成是账目。但是各位，今天如果你打开一本故事书，你打开一本书，里面写的就是那一个主角，他有多少东西，他欠银行多少钱，又还了多少钱，他有多少物业，他有多少辆车，你完全没有兴趣看这样的书。各位，是的，神要我们看我们的生命如同故事。在过去的三周里面，很感恩我们请到朱厚任大哥，我们的祥云传道，还有云莹姐妹，他们都来分享他们生命的故事。我们其实从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原则，一些共通点，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故事，它的重点在哪里？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故事，故事最重要的就是结局。所以说有些人看书的时候是这样看的，对不对？你立刻就翻到结局去看，到底结局是怎么样？到底结局是怎样？你知道，虽然整个情节很辛苦，很离奇，很特别，但是最后如果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一切就 OK 了。所以说在我身边的人，他们常常会听到这件事情，我常常跟大家说辛苦了。但是各位，我的家人们，辛苦了不要紧，如果我们的情节，我们的过程是辛苦的，但是最后我们可以去到那好的结局，那就够了。而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找出故事的原则，怎样带领我们走向那美好的结局。各位好，拿起你的圣经来好不好？好，我们就学会这件事情，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圣经来敬拜神。拿起你的圣经来，这是我的信仰，我敞开我的心领受，我要用明辨的思想，借着神赐下那美好的圣灵，我要丰丰富富的领受，我的生命被转化成为祝福，荣耀归给那天上最宝贵最荣耀的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阿们。各位，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新约故事的起头，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故事的起头。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是这样子说的：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他玛给犹大生了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你说哇，一开头就这么多的名字，这么啰嗦，饶了我吧。是的，对于我们人来讲，对于你和我来讲，我们看上去的时候就是一堆名字，这个就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怎么样看人。很多人看你看我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大串名字的其中一个，你就是你学校的几千个人的一个，
你就是你公司的那几十个数百个人的其中一个，就是那一个。甚至有些教会也是这样看你，你就是教会那数百个数千人的一个名字而已。但是神却不是这样子来看这每一个名字的。当这些名字被用心的记录在圣经里面的时候，是要告诉我们这每一个名字都很宝贵，都很重要，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故事。江仁健这个名字没有什么，除了有一点好笑以外，这个名字没什么，完全不会让人注意什么。但是当江仁健这个名字和后面他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是的，这个名字就好有意义。而且许多在研究马太福音这一个家谱，这一连大串名字，我们很多人在研究的时候，我们都发觉一件事情，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这整段的家谱里面出现了五个女性的名字。这个家谱是2000年前的，你知道吗？2000年前、女性拿到投票权只是100多年多一点的历史。在那2000年前，女性毫不被重视的那一个时代，完全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时代，我们就看到有五个女性的名字出现，五个姐妹的名字。我们要从这五个姐妹里面，从她们生命的故事里面，我们要来找出那才我们要寻求的美好结局的原则，整个故事发展的原则，整个美好结局的原则。今天我们来看，就只能看第一个，他嘛，不要念错，他嘛，他嘛，这第一个女性，她和犹大的故事被清楚地记录在创世纪第38章。到底我们可以从他们学到什么？第一，故事是无可预测的，故事是无可预测的，这个是第一个原则。有谁想到我们今天会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呢？没有人想到的，完全没有想到。过去我们挤着车进新加坡，每天这样来回，我们叫苦连天。或许现在有一些人正在想念，我多么想挤着巴士回去，可以看看我太太，看看我的孩子，看看我的家人。没有人预测世界会变成这样，真实人生的故事也是如此，是无可预测的。犹大非常欢喜地为他的大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对了，那个媳妇就是他嘛，很开心的，可是无可预测，难以意料的，也好像朱厚任大哥所讲的，好戏就在后头，好戏在后头。突然间他大儿子死了，无预警的，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他们那个时候的习俗是这样子的，如果一个人死了留下妻子而又没有后代的话，这个妻子就要嫁给他的兄弟，要照顾这个妻子也好，也要为他这个兄弟留他的后代。于是就照着规矩，所以说呢，他嘛呢就嫁给了第二个儿子俄南，就嫁了给他。人生无可预测，好戏在后头，俄南又死了，两个儿子都死了，按照规则第三个儿子就要去娶他嘛。哇，犹大讲不可以了，不可以，哇，这个女人一定有问题，扫把星还是什么，一定有问题，不可以娶。所以说他就跟他嘛讲，你回去、哦、我现在这个儿子还小，你回去吧，你回去等、哦、等他长大了就把你娶进来。但是所有人都看出这是一个谎言，他知道自己也是这是一个借口，他永远不要再让这个有问题的女人进到他的家里面来。过了许多的日子，突然间他听到一个消息，那个在家里面等候被娶在守寡的他嘛怀孕了。他说是不是这个女人就是有问题，你看不守妇道在家里怀孕了。哇，他也不懂是生气还是开心，他就要去处理掉这个女人。他带着人去准备用石头打死她的时候，却在这个时候他嘛拿出了一个印戒，连同印戒的袋子和一根杖拿给犹大看。犹大惊讶地发现他嘛怀的孩子
是犹大自己的孩子。你说这是什么狗血激情？但是人生，其实真实的人生就是这样，无可预测，难以预料，好戏就在后头。你知道很多人读圣经是读了，如果你很认真的去读，你是读了你很辛苦的，因为圣经是很真实的披露着人的生命是怎样的，也披露着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变化无常。如果你敢，你就打开圣经去。人生无可预测，其实我们都明白，所以说我们要从里面学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放下我们想要控制人生的幻想。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很多人，我知道我们心里很多的愁苦，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你很多愁苦吗？其实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你很想控制。容许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什么，我们不过是宇宙中的灰尘灰烬，宇宙中极渺小的东西，我们完全控制不了什么东西。更糟糕的是，我们当中，我们很多人，我们不只是要控制我们自己，我们还想控制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甚至想要控制上帝。我们用我们的情绪，用我们的话，有时候发脾气，我们想要控制我们旁边人，我们要控制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孩子，我们用做好事，我们想要控制上帝，叫上帝一定要给我他要给我的东西。然后不照我们的思想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很生气，我们骂上帝，我们责怪我们身边所有的人。但是各位，你过得好苦，放下来吧，你并没有这个控制权。第二，人生无可预测，所以说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带着更宽大的心，因为也许他背后所经历的故事远超过你的想象。他妈怀孕了，这就是一个坏女人，他经历的故事也许你还不知道。让皇后圣光，让我们这个家庭成为非常接纳的家庭。因为当一个人走进来的时候，我们不以表面看他，我们不只是看他像众多名字的一个，我们乃是明白每一个名字，每一个出现在我们前面的人，其实他后面都有一个故事。所以说让我们带着一个更宽大的心去理解，去倾听每一个人的故事。最后第三，人生竟然无可预测，那为什么我们一直预测着接下来就会很糟糕呢？虽然很糟糕的事情已经出现了很多，但是情节就是这样难以预料，好戏就是在后头。会不会就在下一步的时候好事就要发生了？你知道吗？犹大带着愧疚，带着羞愧，带着自责，最后他娶了他玛回来，可是他嘛就为他生了双生子，就是那天我们读到的法勒斯和谢拉。犹大开展了整个新的世代，借着这两个孩子，犹大成为以色列中最强大的宗派，王的宗派。从四世纪开始，这整个宗派，他整个家族就展现了他们领袖的能力。最后是的，耶稣基督也是犹大支派的后裔。人生无可预测，已经去到那么糟糕了，但是竟然最后结局那么好。第一个，人生无可预测，难以预料，那我们把这个放在心里面。第二件事情，人生并不完美，人生的故事是不完美的，非常的不完美。我其实我用不完美 not perfect 已经是这样，我把它放得轻一点。其实人生是什么？我可以讲得更露骨一点，人生充满罪恶。犹大的大儿子尔为什么会死？圣经清楚的说，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清楚的说，他是个恶人，所以说他死了。第二个儿子俄南为什么会死？也是一样，他娶了他玛过来，他想要跟他玛发生关系，但是他不想为他的哥哥留下孩子，所以说他用一些巧计诡计对待他嘛，所以他死。但是问题是，他玛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啊，
犯罪的是第一个老公，犯罪的是第二个老公，但是现在受苦的是他嘛。这个就是充满罪恶不完美的人生，很多的好人没有做过什么的，也一直在受苦。当然再继续讲下去之前，我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们要抓得更紧的。我们很多人会认为我们自己就是他嘛，但是其实我们比较像犹大。有一个人跟我分享，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他说他在大学的时候，他班上他的老师，他的教授评分是很好玩的，很特别的。他的老师是这样评分的，班上最高分的那一个人就是100分，然后就按照图表比例给每个人，为每个人给分。所以说如果最高分的那个只考到40分，40分那个在成绩册他的最后成绩那边，老师就会写下他是100分。这样如果你考到30分，你就有75分了。本来30分是不及格，这样变成75分，还可以拿个 A， 接近 A 的水平。所以说他说自从他知道老师是这样子评分以后，他再也不努力读书了，然后他也不祷告自己能够考很好，他只是非常期待着周围的人都考得很差，最好他考个30分就是全班最高的，或者跟别人差一点，最好到带大家去玩，大家都一起不读书，大家一起考滴滴，我们就有好分数了。各位，我们常常也是如此。当然我们比不上那些圣人，特丽莎修女啊，甘地啊，哇哦，他们太棒了，但是我还蛮不错的， average， 我相当不错，不是吗？大家都是这样嘛，我也是这样。甚至我们看不起那一些看起来考很低分的人，哇，这个人还出轨啊，你还出轨啊，我只是昨晚偷看色情视频而已，我只是偶尔幻想出轨，我还没有真的出轨，你还出轨啊。但是各位，我们离神那真正的圣洁，耶稣说没有人是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我们离那真正的圣洁太遥远了，我们都是罪人。人生不完美，人生充满罪恶，我们要从当中学两件事情。第一件，当我们看见别人的生命或许遭遇到一些我们一般人讲法的报应的时候，让我们谨记这些事情，他可能只是他是好人，他是好人，但是却因为罪恶而受苦。让我们这样子来看我们身边的人好不好。神说不要因为恶人遭报而欢喜，免得你被审判。不要因为你觉得那一个人好不行，哇，他终于失败了，太好了，最好他失败得很惨，你并不知道他真正的故事。让我们不要将快把报应这一个帽子扣在人家身上。当我们看见别人经历的苦难，别人经历的不完美的时候，让我们想想可能他是那一个好人在受苦。但是第二个，当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们更勇敢地承认是我们不对。就像犹大那样，犹大觉得他太对了，这一个他嘛，他就是最糟糕的人，所以说他带着人拿着石头预备好就是要砸死他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一件事情，他也是一个罪人，他自己就是一个罪人。他其实用巧计对待他的媳妇，他把他媳妇推远，给了个借口，他就是那一个去嫖妓的人，而且这么糟糕就嫖到自己的媳妇。他嘛也有罪恶，他当他知道在那个女人什么太弱什么都不能做的时代里面， 他知道他的公公的心意，他知道他公公一定是永远把他撇在这个地方，他想要做一些事情，于是他越界，他去扮成妓女去迎接他的公公，为了要证明是他公公的错不是他的错，差一点点他就丢掉了性命。让我们承认
其实我们都很不完美，我们都有罪。我们看别人的时候，或许他是好人受苦，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或许我并不完美。最后，故事的最后一个原则，也就是我们这整个这一个月来这五堂的讲到那个题目，我的生命，他的故事。这个故事不单单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故事不单单是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上帝的故事。神乐意，神愿意进入你的生命里面，跟你一起发展神与人，神跟我们一起的故事。你知道吗？刚才我说故事无可预测，但是当神进入这故事里面的时候，这故事就非常可以预测。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那超越宇宙掌管这一切的上帝。所以说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最多的是故事，第二多的是什么呢？有些人其实讲这个更多，第二多的就是预言。圣经最多的就是故事和预言。你的故事难以预测，但是神用预言告诉你，未来你的整个生命在他的掌管之中。他清楚地告诉你，当他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可以盼望，你可以预测，你可以盼望那美好的结局必定会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而且第二，刚才我们讲到人生不完美，充满许多罪恶。是的，最后这众多的名字来到第十六节的时，众多的名字来到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当他们来到最后的时候，整个家谱来到最后，这一串的名字来到结局的时候，是耶稣。耶稣就是那一位世人的救主。耶稣这个名字本身就他的意思就是拯救，他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罪恶。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亲自承担我们所有的不完美，我们所有犯罪的果，包括你自己犯罪你要承担的报应，包括别人犯罪会影响你的后果，全部都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由他来承担。他承担了以后，他要清楚地告诉我们，我再一次讲这件事情，他承担以后不是你没有不再经历任何不好的事情，不是别人的犯罪不再影响你，而是所有这一些的影响，所有这一些接着下来的事情反而要变成你生命的祝福。故事已经改变，从悲剧变为喜剧，从一直往下去的情节变成每一次发生在你身边的事使你越来越上升。就像犹大，就像他玛所经历的，他们的故事情节来到最后的时候，犹大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崇拜里面我们都要做的。犹大跟他玛讲说，你比我更为有益。犹大一直看不起这个媳妇，犹大一直觉得这个媳妇有问题。我们总是这样放大别人，缩小自己，但是犹大终于承认这件事情，对不起，我更糟糕，你比我好，你比我好太多了。然后犹大就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各位神的孩子们，来到神面前认罪吧，放下你骄傲的幻想，你并不比旁边的人好，有时候正好相反。耶稣说，我招的是罪人。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敬拜神？非常有很大的几率，其实我们比周围很多的人都更不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但是当我们终于乐意认罪，终于愿意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自己的时候，承认我们自己是这样子的时候，神的宝血，神借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洁净你，遮盖你，他要开始翻转你的人生。
已经不再是你的故事了，是他跟你一起的故事。在神面前认罪吧，然后恭敬的把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接着下来就跟他一起走，高举着主的十字架。你面对着好不好，对你来讲还是有一点难以预料，难以预测，但是结局你却知道得非常清楚。各位皇后圣光的孩子们，你知道在这段时间里面难以预测，我们常常讲我们真的是看不到接着下来的发展是怎样，教会也是一样，你的生活也是一样，很多东西我们 不很清楚的，但是在这个整个波折里面我们却有一个信心，阿们吗？我们知道最后我们会走过，最后我们会去到丰盛之地。是的，我的生命我何等渴望成为他的故事。如果你的生命可能你好过他玛和犹大很多，或者可能你更惨迫，就在这时候交给他好吗？我们来祷告。父亲啊，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其中最大的罪就是我们自以为我们比旁边的那个人好。父啊，赦免我们，谢谢你。所以我一切的罪债，在我身边所有罪的影响，全部跟你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父啊，让我从此以后我的生活是翻转的生活，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成为祝福。父啊，我也立志做门徒，紧紧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